来关心天气，锋面通过，东北季风增强，凌晨中部以北就开始下雨了，其他地方也有零星降雨，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。至于在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雨势，越晚雨势越明显。从晚上这张图可以看到，在华南雨区东移的影响下，降雨变得更全面，尤其在中部以北，整个雨势都不小。南部跟东半部地区也会有短暂雨，外出要记得带伞。温度方面，因为东北季风增强，相信很多北部的朋友今天都换上长袖了。清晨最低温出现在新北市石门，只有13.7度。白天北部地区还是比较凉，大概高温只有21、22度。中南部还是有30度左右。南北温差大，如果有要南来北往的朋友，记得要适时调整穿着。最后要提供给您今天的空气品质预测，今天云嘉南因为位在下风处，容易累积污染物，空气品质是比较差的。至于其他地方是普通到良好。今天一起来关心今天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。基隆、台北、新北偶尔会下雨，最高温只有20度。桃园、新竹、苗栗也是有雨的天气，温度是18度到22度。台中、彰化、南投天气比较稳定，温度是22度到27度。云嘉南地区有机会见到阳光，最高温有28度。高屏地区感受还是比较热一些，在屏东有机会来到31度。至于在东半部，降雨几率在20%到40%，最高温26度。最后来看到外岛，在马祖、金门容易下雨，澎湖晴时多云，温度是12度到24度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